我不知道，但是没那个条件呀，不舒服，很不舒服，因为我现在闷不止，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条件呀，没有那个条件，考虑了也是不起用。哎呀，穿那个腿不好穿，我和你们说，穿上去的时候重，然后就是疼。然后就是这个残端，就是我们这个剩下的这个残端，就是粘上去，它就是感觉下面的所有的脚，所有失去的东西还在，然后它就是不舒服，哎呀，就是不舒服，就是不舒服，反正我就是形容不出来，不是，到底是怎么样不舒服，只有一句话不舒服。你看我穿两条裤子，因为不方便哟，不是。没有赔，加油，好的了，目前为止没有赔，因为现在我的腿它还没有定型啊，我这个腿它，比如说我今天晚上睡一觉，明天早上它又膨胀了。他又感觉又长肉了，其实他没有，然后到下午的一点的话，他又松了，没有，他有很多种，他主要是贵在那个关节，然后比如说我那个关节他一般的吧，他一双的话他就是20来万，人家有的安好的呢，有的他是安那个智能的，目前为止我这个呀，戴全华，我这个是坐在花台上被人冲过来撞的，被一辆自行车冲过来撞成这个样子的。冲过来撞成这个样子。哎呦喂，好麻哟！你看这个样子。又麻又疼，但是就是从我们那里去到巧家营街上，我都走不上去了，走不上去。就算走能走，可能走到那里，不成样子了。我这个是肌筋膜枪，然后它是按摩放松的，你看按摩放松的，它是放松肌肉的。如果说再很疼。然后患肢疼很严重的情况下，我就用它来放松放松我的肌肉，然后会感觉要好一点。但是我现在之前是患肢疼比较严重，现在是变了有点麻的那种感觉，所以说它这个疼是不断的。我老公啊，给你们看，哟，差点被我关掉了。没有。没有伤，又麻又疼，酸爽，我生了一个女儿，我不是生的，是剖腹产的，我们呀，目前为止就这个样子，是呀。因为没有腿啦，小孩3岁半了，3岁半了。哦哟，这个对面，低呀。其实我之前身高不算太矮的，之前身高不是太矮，所以说我的腿掉下来好长一次。